龙王要卖伞，自然就要下雨。这伞卖不完，这雨自然就不能停。那这伞卖不完，这雨岂不是一直要下？那下到何时算到头？什么时候等你们上供的香火钱足够上面开销花了，龙王爷这一家的伞也就卖够了。为了伞更新换代，雨也跟着更新换代，雨里掺些冰雹，冰雹越来越大，好伞便也越来越贵。从此老百姓受苦，天天下雨，天天打伞，还要三天两头换新伞。